欢迎观众朋友，阁继续登来关心最新新闻。嘉义县社会局主持的澄清活力站计划第十六站伫中埔登场。目前虽然是试营运的阶段，但是报名非常的热烈，因为由中华信庙基金会所承办的澄清活力站有规划丰富的课程活动，让长辈会当甲大家做伙欢乐。中辈时代分组进行趣味的竞赛，专心买好乒乓球留下来。这对少年仔来讲真简单，但对中辈是一大的考验，因为手袂稳，球一直漏。趣味的景象也让现场的笑声不断。这种大家同乐的气氛，也是中辈喜爱中青活力站的原因。好啦，真好，有趣味啦，我来两届啊，好，不错。老人家要玩这个可以了，因为中埔区它没有活动中心，所以我们目前就是暂定在嘉宾文化馆来让长辈进行课程。这是当日试营运阶段的中埔中青活力站，是由嘉义县社会局主持的活力站计划的第十六站。虽然是试营运，但报名的状况是非常的热烈，长辈的反应也真好。李新办计划中华信保基金会是用着活泼的课程，提供长辈一个轻松佮趣味的活动场所。那就目前长辈报名人数是很踊跃啦，对，就是。有到40人，然后长辈上课也都很活泼。活力站的成员中昼时间也做伙用餐，凝聚着老时代的感情。社区志工也来为长辈服务。伫中埔中青活力站，预计如果试营运的成效未歹，将在两个月之后正式挂牌来启用。最新新闻，大家华中埔乡采访报道。